哎，老汉儿，嗯，你也越来越时尚了，还穿的那是小白鞋啊？小白啊，因为老大你穿不得啊。老子不美颜的，我感觉也要跟着时代走啊。哎，是的。跟着时代走，要生老心不老。你今天穿的蛮时尚，准备哪里去啊？准备哪里去啊？去看我们的沈宝宝啊！啊是，好是。哪里晓得你穿的好黑着？见得他们烂，羞死了！你老大还穿个白鞋，白鞋儿个不就穿成黑鞋儿了？哎，时尚！哎呦，天！我们又听到沈宝宝。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老爸穿秋裤了啊！你看。看我穿什么呀？看我穿什么？老妈都穿棉鞋了。中午还是不热不冷呢？今天冷了，今天我就是感冒了嘛，冷。中午不冷。鼻子堵起来。我们这里就是早晚温差大。你看嘛，九儿嘛，你看你老汉儿。九儿冷的。好的东西，裤子你看被他剪得稀巴烂的，怪不得我的玻璃盒子剪了。你看那种是不是？老汉儿，老妹儿，你专门把它剪了的啊？他的裤子他要那剪个球球，他的衣领也是那里剪个球球那种人，你知道是不是？他那么阔气是吧？你看那个说起那么阔气不舒服是吧？我都剪大点儿，就是说他舒服就阔气不舒服。剪东西剪上了眼儿，他那剪估计不舒服。那你那边啷个不剪？剪那边喽？从老汉儿穿衣服的那个习惯那些，老汉儿是点不喜欢被束缚的人。哎，对，是。老汉儿爱自由的人。那个嘛，听到沈宝宝，我下去看他。你去看噻，我才回来，我回来休息一下，我这晚上眼睛都没眨。